加的。第一条，这两根在下面，这两根上面，两根在下面，两根在上面，下面上面。第二条就有点不一样，这里两根在下面，这个组面两根要把它当成一根用，相当于这是两根在上面，然后这里也是当成一根用，这两根在下面，然后两根上面。第三条和第一条是一样的，第四条依然是这里的组面，两根把它当成一根用，两根在下面，这两根，两根在上面，两根在下面。这样，第一条组面是两根当两根，第二条两根当成一根用，第三条这是两根，第四条这两根当成一根用。现在我们换一个方向。